今天可以吗？今天不用啦，反正我已经被爆雷了，我已经阵亡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是没救的状态了，被爆到爆开来，哎，没救啦！机车啊，复仇者 PTT，我礼拜六才去看啦，已经被曝光了，干脆不要看算了，气噗。气噗噗！美国队长没有啦，我就是被曝光了没。哔哩哔哩八卦版点进去，他才打到标题哦，真的超贱的，连闪都闪不掉，真贱哎！这种人报复社会。八卦版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想说，不要点进去看就没事了，啊，谁知道打到标题最贱的。对哦，我本来想说今天晚上来报复社会，我把实况标题改成《复仇者联盟四》的结尾，对吧？可是我没看啊，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然后算了，对吧？真的是很垃圾，超垃圾的，怎么这样子啦？这样我还看个屁哦！啊，不想看了啊！好的，对啊，爆雷。好啦，观众朋友晚上好，今天要来玩那个蛮有趣的，而且这个很好玩的游戏哦，叫做《Katana Zero》。武士零啊，武士零这款还不错啦，就是一个动作类型的游戏，有点像之前我玩那款，可是它的是比较像是 2D 的只狼那种感觉啊，只是它不是 Shinobi，它是 Katana 武士。好，那哎呦，呆手最近我吸猫吸得很爽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吸猫吸得真的吸超爽，然后每天都上去吸一下吸一下这样。舒服，真的就是舒服两个字啊啊！武士刀啊，卡塔纳是武士刀啦，对啊，真的很爽。在座说干我屁事，等你来台湾啊，来啊吸啊，你来台湾玩，我让你吸，其他人我不让他上楼，就让你来吸，我不让天狂上楼专属 VIP 室，因为你知道那个。水火不能相容啊！猫跟娃娃不能相容啊！他们怕他们打起来，所以我就想说不要了，隔离一下。笑死了！聊天室开始打，习 德那边讲说的太好，好了，下次你来让你看一下啦，不要那边。不要在那边，对啊，除非一公一母啊，一公一母还可以啦，一公一母还可以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他报复社会不爽啊，因为我被剧透《复仇者联盟四》。我今天周末礼拜六才要跟罗德工作室的人一起去看，结果现在被剧透了，真是超不爽的，不爽到极致。我跟你讲，对啊，真的是很不爽。我已经被剧透完了，我已经被剧透完。那、啊、你不要剧透别人啦，好不好？那个你知道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哦，你如果自己不想被剧透，以后啦，那你也不要那个，好吗？不要在那边剧透，在那边真的是很贱，PTT 一堆智障，那个反社会人格。哪有人把剧透标题打在上面写说，钢铁人怎么了？黑寡妇怎么了？浩克怎么了？然后最后面谁谁谁怎么了？真的超贱的。王八蛋，而且还不是一个人哦，他们是五六个人、七八个人合作，然后刷一整篇这样子，就是有很多的有，就是细节型的，一句话想讲细节的，然后讲这个角色怎么的，然后有讲说最后面结局怎么的，对啊，超贱的，我没剧透啊，我没剧透啊，我没有剧透啊，我没有剧透啊，对啊，PPT 啊，真的是很贱。唉，没办法，不用开那个啦，追随三个月追三个月是有点久欸，我觉得改成一个月好了啦，改一个月就好了，不要改三个月，一个月好像有点久欸，改2个礼拜好了，改一个礼拜好了，改一个礼拜，因为你这样不要让追随30分钟，改个一个礼拜的啦，一个礼拜，对啊，太久了啦。一个月刚好啊，我觉得改个
对啊，一个礼拜就好了啦。今天，追随一个礼拜才能发话之戒严模式。好 ，OK。好，我把标题改这样子啦。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。戒严模式开始。对，戒严模式，今天要戒严哦，因为怕还有其他人受害者。你知道，我躺枪就算了，我不希望其他人也躺枪。我可以接受这个被剧透的恐惧跟那种失落，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也一样中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当下我真的，我说不出来，我到底是生气还是怎么样，就是不会达成那种感觉，真的不好受。又到了这时候，波浪服，波浪服，该飞弹谁？波浪服，波浪服，该飞弹谁？感谢，谢谢订阅，谢谢你们。好险，我有四十几个月。我有四十几个月。你有四十九个月了，都快五十个月了。好啦 ，OK， 那我们就直接先来玩游戏喽。Katana Zero 武士刀灵，剩余十日。那么。再和我说说那个戴面具的男人吧。点点点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从头开始吧。龙玉出品，《戴面具的男人》。X， 哇！哇，子弹弹飞，太帅了！这是所谓的切蛋，是不是？哇，这动作很流畅哎！不行，不，我没办法这样跳。哦，忍者龙剑传 ，Shinobi， 这哪是武士啊？武士才不会有这种动作好吗？调查。Snake， 回答就要到了，机会稍纵即逝，你的行动需要非常快。你要找的某个科学家被关押在工厂的某个地方，释放他，然后第一时间去撤离点汇合。收到，好好利用你的预知能力来清除所有挡路的人，不要忘了。不留任何活口！哇哇 ，Katana Zero， 哇 ，Snake 来了 ，Mission One， 现在播放工厂藏身处，开始攻击计划。这是预知能力吗？啊，很好，这样可以。哦，所以这是预知能力。哦，好有点强哎，斯外帅，来，两个打手。哦，哦谢，预知能力 RT。不对，这样不行。原来是个倒带游戏啊，把这个东西关掉。很好，这样可以。哎，今天很危险哦，不要讲什么奇异博士什么的哦。今天很危险哦，这很奇异。哦哟 ，LT。太帅了吧！哇 ，two two， 然后这最帅的 ，ching ch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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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ing， 有没有？哇，帅翻！这边呢？靠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危险哦！
还想按按钮啊？博士，我来了，博士。我有听到声响从楼下传来，我还以为只是有人送披萨来呢。我是来救你的。哈哈哈，我还真的有点开始想要吃香辣披萨了呢。博士是怎样啊？哎呦，我差点都要以为自己活不下来了。谢谢你啊。为什么不选三？因为我不是你啊。哦，发，我靠！哎，小弟们，是时候该清理垃圾了啊！注意雷射啊！哇塞！弄死你们！来啊，过来啊，敢不敢？就怕你不敢。不行哎、欸，整个重来啊、哦！太硬派了吧！哇，直接整个重来、欸！博士要被爆一次头了！哇，直接被爆头！博士，等一下我把声音调一下。来，哎、欸，还是有点大声，对不对？喂喂喂，这样 OK 吧？爽啦！就你们这些菜鸡啊，还想弄？可恶，任务失败了，怎么办？你对于雇主之前对于任务在目标撤离就被杀死这件事情呢，相当的不满。我的雇主啊，回家休息去吧，明天你会接到新任务的。哇，结果我家住这什么鬼地方？懂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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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懂金了懂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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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花茶，隔壁还懂金乐啊！那个男人也许会迟到，但从不缺席，享受自由吧。那个男人，自由的男人。在第三区废弃工厂事情呢，发现伤亡人数已经达到12人。要睡觉吗？睡觉了。死者包括什么？政府机构的特工。我怎么睡觉睡到这个地方来啊？哎，小妹妹。靠北恐怖游戏，吓死人！剩余九日，请进来吧，坐下。这是我的雇主是吗？你看起来气色不错啊，虽然昨晚的状况不能算是很理想，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将你的剂量减半已经有2个月了，你现在还会产生幻觉吗？我重新开始做噩梦了。这样吧，这可能是你当前的治疗副作用。那么告诉我那些梦的内容吧。我在玩抛接球。你说进入房间的那个人也可以再说更详细一点吗？那人影不是向我冲来，他是来找一台机器的。或许那个人影是那台机器的操作员。我觉得他是个科学家。是的，这个人或许不想要伤害你。换而言之，你不应该害怕他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哇，这个剧情还可以选那么多路线哦！好啦，我们的时间到吧，让我去把你的文件拿过来。公司看重播，欢迎欢迎。今天要玩的是《Katana Zero》。啊？
你在这治疗当中非常合作。档案里面有你今晚的任务资料，那么我们明天再聊吧。三小，这游戏该不会有多重结局吧？靠，好吊我胃口哦！打开档案，你看他一开始光对话就有那么多选项，有没有？他对话有红色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直接叫他废话少说，有没有？就是有红色状态，还有就是有不同的，比如说是配合他，或是反抗他。对啊，超猛哎、欸！乔蛇罗斯，56岁啊，类别无害，联络暗号呢？失败禁止联络，所以他这边是一个科技业的亿万富翁跟慈善家。好，他暗中还进行偷运物资哦，还有战争毒品。看完就要记得销毁。你看这个火，这个赖打真的厉害，他连那个人家回纹针都可以把它销毁掉。这游戏的风格真的超帅的。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都？没事。啊！哇塞，你穿的这个衣服好特别哦！我在 cosplay。啊，我超喜欢看动画的。你在 cos 什么角色呢？皮卡丘。我随便摆个名字好了。哇，我没听说过哎，那是怎样啊？在竞技场里面用战斗陀螺决斗。我倒是挺感兴趣，你脱掉的那衣服会是什么样子？啊！他脸红了，是不是？634号房，祝你愉快，谢谢。空山小，哇，想跟我趴是吗？来了。Sneaky。啊？是有人吗？啊，跑掉了！老大，是龙王，龙王来啦！快拉警报！完了，警报被拉了，怎么办？龙王，呵呵，主角被打一下都爆了、欸，超弱。满屋都是血，这血太帅了吧！一拳超人，能发话就恭喜你啊！哦，对方还会防御哦，被盆栽砸死，帅！水啊、哦！你有时间暂停器啊！我跟你讲，今天真的不要看任何那个龙王跟什么太大壮打起来谁会赢？我会赢啊！哦，完了！哇、哦，好险！啊靠，又爆了！哇，他到底丢什么东西啊？隔挡仔，啊，还想隔挡我啊？来啊，礼拜六一起看复仇者啊！我靠，又来了，嘿！哇，太难了吧！看我个神似一闪！你以为我不会中二吗？上去啦，干嘛啦？好，走，可以。怎么可能在电影面直播复仇者？不可能啦！有菜刀在地上、欸，哇塞 ！Slow motion， 推，有了。门外还有一个人啊。
欸，那人呢？我靠，还在墙外啊！ Slow motion， 现。原来哦，原来在另外一边啦，是不是有点太宽了？这样过去呢？哎，完了！哎呀，开枪射我啊！好，来来来，哇，太难了吧！啊，在门口啊，就是你死光头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但我不会让你如愿的，我不会死在你手上。哦，你不是我在等的人，真没想到你们中还剩下不止一个吗？什么是不止一个？你不知道吗？好吧，这不重要。在那场战争当中，我们犯下了许多的错误，你有什么遗言？我很后悔自己曾经经由你们的手造成了许多的痛苦。再见了。What the fuck？ 啊？为什么他们自己他？欸？悬了，这个悬了，还想弄我啊？电梯站，不许动！有人报警说这座大楼里面有枪声，你什么人？啊，那是我们的客人啊。是吗？但是你们这位客人看起来浑身是血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我在玩 cosplay 啦，是真的。他说他是在扮演 EXVSX 音之 RayDUX2 里面的板村真树啦。啊，这样啊，那你该庆幸劣质的 cosplay 禁止法案也在去年废止啦。你可以走了，先生。哇，这个妹子是不是很喜欢我啊？祝你顺利啦，大男孩。嗯？三小法案，我也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雇主对你这次行动相当满意，回家休息去吧。明天你会接到新任务的。动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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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静动静动静动哎，那个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个啊？上面写 fuck 这边是不是有人在敲东西啊？哎。小妹妹，哎呀，哎，走路的时候长你眼睛好吗？哎，我不认识你，哎，你是不是总是那个很吵的邻居啊？吵的是住我隔壁的人啊。哦，那几个人最差劲了，我就说就住走到那边的啦，吵死了。那你呢？我住你隔壁。哦。那个破破的地方啊，那我们也算是邻居啦。好吧，你也好无聊哦，那么拜拜啦，邻居。公三小，他不是我梦中梦到那个女孩吗？难不成主角是萝莉控？啊？懂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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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花茶，隔壁那吵死了。酒店发生惨案。初步被认为呢是黑帮火拼造成这次暴力事件当中已经有28人死亡了。对啊，爆雷的时候走得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很可怕的。特立独行而闻的亿万富翁哦，乔舌罗斯。隔壁真的很吵，可以把他跪把他们干掉啊。罗斯在自己的顶楼呢，阳台上面坠楼身亡。
如果不杀人的话会怎么样？我蛮好奇的。假设不杀人可不可以啊？至今为止呢，警方仍未有任何头绪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可以不杀人过关嘞。我先玩一人杀人，我们再玩看一人不杀人看看哈。他们相信这是一起呢有预谋、高度配合的大规模袭击啊。搞不好有什么情报？这游戏蛮悬的哎，出乎我意料哎。市民应该尽可能留在室内。对啊，开头说不留活口，干掉目标就好啦。又来了，博士，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，我靠，我也中枪了。三小，博士讲了两句话都被 ban， 来坐下来吧。我们现在聊聊你的睡眠习惯。你还有在做过噩梦吗？有，昨晚。啊，这样吗？那么请你告诉我梦里面发生了什么吧。那科学家被杀了。地震是不是？ Fuck， 地震是不是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你说这科学家跟你说了什么话？他在死之前对我吼了些什么？我摔倒是吗？他或许是想要警告你，快躲！哔哩哔哩哔哩，他们要哔哩哔哩哔哩。是的，应该就是警告吧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要知道，这些梦境可能是源自于你受伤之前的某些创伤性记忆。受伤。你在战争中受到了一次几乎致命的头部创伤，它使你的身体十分的虚弱。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合作了，尽管你有严重的失忆哦，对时间的感知呢也产生了扭曲。你带着的服役奖章呢，是你在战争中所牺牲的重要佐证，也是通向你过往人生的重要一环。我只想快点打药是怎样？你恢复的速度虽然缓慢，但进度依旧可喜。告诉我，你最近个人的生活怎么样啊？昨天遇见了一个人，就非同寻常。来和我说说这个人吧，是小女孩哦，和我住同一栋楼的。啊，我还真的没想到呢。那么她是什么人呢？只是个小孩子，是我的邻居。会不会讲完就？啊，是我误会了，这也让我松了一口气。你在第三区见到了一个小孩，这样就很奇怪了。奇怪，为什么奇怪？第三区怎么回事？啊，你也知道，第三区对小孩来说不能算安全啊。虽然这边算是有点像贫民窟的概念吧。好的，你今天非常配合啊，请稍待片刻。非常配合这句话一直被黄色的 highlight 给标示出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会不会其实根本就没有小孩？这次的疗程非常有建设性，那我们明天再继续吧。我还没看，我礼拜六才要看啊，礼拜六才要去看，因为朋友礼拜六才放假，然后我已经被爆雷了，机车 DJ 电音头，24岁哦，2号街区繁华。其实你这边有，你看他这边有写哦，失败禁止联络啊，朋友他说失败禁止联络，2号街区呢繁华地段高人气 DJ 涉嫌偷运夜店毒品，警卫较少，但附近有大量的夜店顾客，要极其小心哦。才可以在不被侦测到的前提之下予以清除，撒谎诚信，不要和他有任何的交谈。对啊，你看哦，他刚才第一个，我们刚才干掉第一个目标嘛，他也是在最后面呢，跟我们讲了一些关于他之前的事情哦，什么战争啊，他犯下的过错，最后他是选择自杀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会不会
要逼我不要跟他交谈。霓虹舞厅。他没有要叫我杀光所有人吧？嗨起来！嗨起来！嗨起来哟！哟！哟哟哟！嗨起来！动金动金动金，主角也蛮会嗨的嘛！哎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嗨不起来了。Yo Loki， 这边靠近不了他，危险哦，危险啊！哎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现在就给我转身，不然我就要跟你连是瞧瞧啦。什么大鸡巴巴什么东西啊？不能被那个发现。对啊，好像没办法，这好像没办法不杀哎、欸，这些人，你不杀怎么过去啊？还有炮塔，脚趾中枪，太难了吧！哇，好快啊！哦，好难哦！哇，太难了！他打复数的发数啦，手速不够快啊！我只能砍一刀而已。太快了。反射你的子弹，门关起来了。哦，好帅！对 ，B 好像是急晕的样子，所以应该是可以不杀啦。哇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哇、哦啊啊，太多人了吧？没有 B 是捡东西 ，B 是捡东西啦 ，B 是捡东西，帮我试试看好了。对啊 ，B 捡东西啦，不能不杀，不能不杀。靠！好险！好险，犹豫就会败北。行。哎呦，危险哦！啊靠！西诺比，啊，忘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好，我就知道一定要射那东西的。好，搞定。
对面这边应该过不去吧？可能要先关电源。没有，我要把这个东西打掉啦，我刚才是要射这个。来，苗条的理查德，理哥委员会呢？你的会员最终审查资格出来了，难道你要让我成为正式组员了吗？哟呵！你已经将自己的野兽鬃毛调教成最强大的发型了，铜八度油头。你通过了我们的法焦烈焰的试炼哦，欢迎加入啊！然而很遗憾的是，哈，你还是不能加入我们。为什么？你还不能加入我们，直到你用散弹枪合法喝下这罐啤酒。啊！大哥，这就是完完全全骗到我啦！到底在干嘛？这些人到底怎样？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！时间不够用没关系啊。精彩的表现，先代们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从今以后，你就不是苗条的理查德。你就是一名骄傲的纤细李哥啊！恭喜啊，恭喜！纤细李哥，恭喜恭喜！四个可怜虫。舒畅。哎呦，好险！啊，这边可以直接上来嘛？搞什么？对啊，那边可以直接上去啊。到了吗 ？Snake， 绝对不要和电音头有任何交谈。为什么？绝对不要和电音头交谈。你想不要，我就想要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真的存在的吗？是的，我是来杀死你的。哦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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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真的？我说大哥，我们别冲动好吗？我全部都会交出来的，我愿意全部交出来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不是真的？我嗑了那些药之后就不断重复了，哦，时间就不断重复，是不是？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，对吧？我和你进行过这段对话已经好多次了，但这次没有，从来没有那么真实过。你们用药从哪边弄到的？你是真的吗？我说东西还在你的储藏库里面啊。我什么也没偷啊，大哥。我在拍卖的时候把整个仓库买下来，他们说原主人已经死了。告诉我你找到什么了？是你的东西啊，大哥，那些药。我只用了一次，在 party 的时候，我发誓就那么一次啊！药效很疯狂，感觉像时间在变慢，而且还不断的重复。之后我就有各种的难以想象的幻觉，我会全部交出来的。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，装药的瓶子上面没有贴任何标签。等一下，你不知道药的名字，所以你他妈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老兄啊，你知道我的部下把你搞成怎么样吗？你他妈死定了好不好？你的部下全死了。我操！大哥，别杀我啊！大哥，我说老哥，我们交易一下好吗？只要你放了我，我就把那些药分你一点。让我做什么都愿意，我求你了。把药给我就放了你。好说好说，老哥。哇塞！
哎呦，这边好像不会被发现。靠！不行哎，可以不杀我，我相信可以不杀，但是要完全不杀真的超难的。哇靠！他转头都看到我了，再拦我都得死。哇！最后一个程咬金。啊！看，来不及弹刀。一定要全部杀光他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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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一定要全杀啦，不能不杀啦。对呀、啊，一定要全杀。我们雇主并不知道电音头之死的具体情况哦，可是我知道，你的行为完全疏忽你的职责，将来对于任何指令的偏差都遭致严厉的处分。哎，怎么是小妹妹？是在等我吗？当然是啦！贝西摩尔说了，你把利维坦藏在里面。啊呜！所以你还不赶快招了？利维坦，你躲在哪里呢？利维坦是谁？你读书的时候难道什么都没学过吗？贝西摩尔，贝西摩斯的哥哥是大海的王者，你看好了，贝西摩斯。贝西摩斯只有在利维坦附近的时候才会发光，所以还不赶快开门，不然他等要踢烂你的屁股了。想也别想，让我们进去啦！好啦好啦，进来啦！哦耶！我就跟你说，他不是块硬骨头吗？贝西摩斯，来啦，进来进来 ！FBI， open the door！ 哎，这里好脏乱哦，怪不得你不肯进来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来，你拿了贝西摩斯。越靠近目标，它就会变得越亮哦。啊！搜索柜台，什么也没有。有多亮？我看都差不多啊。哦，好亮，好亮！沙发后面吗？什么也没有。头盔呢？角落，什么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沙发下面，哇哇哇！陈小，我只拿到一个小玩偶，你看吧，我就知道他一直在这边，好不好？可是这不是我的东西哎、欸。你好啊，利维坦。你好啊。啊！他们听起来挺吓人的。公三小，你知道这只是我在喊对吧？他们是玩具耶，怎么可能说话、啊？天啊！靠！说起来，我要回去了啦。利维坦就交给你保管哦，暂时哦。但是要是你对他不好的话，我跟贝西摩斯一定回来踢烂你的屁股的。拜拜啦！靠，这萝莉到底是怎样？
这萝莉小妹妹怎么那么强啊？至今未有任何线索。电音头呢，在夜店霓虹舞厅演出的时候，被子弹击中头部身亡。发了踩踏，有数十名夜店客人受伤与死亡，所以他们不知道最后面那是我拿刀砍的、啊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游戏真的很悬哎、欸，剧情。新卖家红人太大壮哦啊，太大壮就是那个啊，他们不是在那个加入帮派那边的时候吗？我把他砍死的时候，他就说太大壮，一切照常继续。我都死那么多人了，还要继续开啊？哎、快躲！他们要饵。啊！我小妹妹剩余七日，哇，这游戏好神哦！这剧情，请进来吧，找地方坐。我们的雇主对你昨天的工作感到满意，但我就不能这么说了。你可以回答我一些问题吗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用枪了？在我动手之前，他就先被别人枪杀了。什么？是谁开的枪？我在那边见到了杀死科学家的那个人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好，没事，我知道了。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但看起来我们现在有了点争执。不要再和任何人说话，任何人都不行，除了工作和来我这里之外，不要离开你的公寓房间。你为什么不肯让我和电音头说话？那个人是有名的毒贩子，而且你太重要了，你是特别的，我不能冒这个风险让你有可能接触到那些药物。所以你打给我的药就没有关系吗？什么？你和电音头说了话？我特地告诉你，不要和电音头说任何话。他说了些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想让我知道药的问题？我们的上级不愿意冒任何风险，让你可能接触到任何影响我们目标的东西。你也是一名退伍军人，你应该明白自己并不了解我们的使命，还有全部的细节。所以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？你的记忆偏差让我开始有点担心了。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在第三区肆虐的非法药品的走私问题。当然，这一切结束时，你就能回到普通的生活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这样的话，我也很希望你能够如愿以偿。但我需要你对命令严格遵从，绝对不可以再出现昨晚那样的小差错。我的预知能力从药物里面得来的吗？啊，是的，当然是。你的预知能力呢，是一种药物的副作用，所以我们绝对才不能让任何人呢、滥用这样的药物。可是我并不想要这一切啊。虽然你无法理解自己所获得的力量多么的伟大，相当遗憾。但如果你真的这样想，等到使命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给你减少，最终停用这一切的药物。不，我不想再用药了。够了，是时候该给你注射了。坐好，不要动。我拒绝。
你到底明不明白你到底获得了什么样的馈赠啊？你可是无敌的，所以就算从药物中获得又怎么样呢？你可是拥有神的力量，你可以看见未来啊，你怎么敢这样子抛弃这份馈赠？你给我坐好别动，我拒绝。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，在你可以做到自己工作之前，你别给我回来了。还有最后一件事情，你知不知道媒体已经开始把你称作龙王了？你知道媒体应该怎么叫你吗？什么他妈的不叫？能不能给我哪怕一丁点见鬼的低调？不要再让我们引起注意了好吗？给我滚出去！快滚！龙王，啊！杀杀杀杀杀杀！元法，哇！现在是怎样？监狱里面是不是？听吾号令，今晚血洗此地，切不能使一人逃无刀之下。你是谁？甚好甚好。谁呀、啊？等一下，这个人讲话，这人到底是谁？这人到底是谁啊？甚好甚好。危险危险！另外一个我，金字塔里的我，哎、欸、，fuck， 全死了！靠了，三小，全部都死了、欸！靠，这游戏太神了吧！有人提前先动手了，所以我要杀的目标不是这些人，是是不是提早比我还要来的那个人，对不对？靠！是元罚，他的尸体还是温的。龙王，你被我们包围了！立即投降，不然我们将会以最大的武力应对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果然有诈！开门就会发现。啊！散弹枪，我靠！散弹枪不能弹刀。这样可以失去影片的信号。哇！通通死光光。可以不杀哎、欸，可是好像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不杀，有些可以不杀，但不是所有都可以不杀。哇，挡不了全部的子弹。金屋。银心都敌心任耀动，任耀动啊！
歧途之心呢，此事未成，孺子不可教也。后会有期。公三小，全部都乱了套哎！哎，你不给老人家一点药吗？帮帮退伍老兵啊！老子打仗的时候可是杀了整整六个克罗马农的混蛋们。老子为了国家连腿都没了，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啊，小子！你以为好日子谁给你的？我也是军人。啊，你是克罗马农猴子那边的吧？你看起来他妈的就是一点猴像，我可是杀了你不少猴子兄弟，贱人！妈的，为什么我们新麦家要让你们这种人留在这里？操他妈的克罗马农的贱种！我操你们所有人！给我滚出！新麦家，当初怎么就没有把你们杀光呢？啊，给我看看！哎，这不是我的东西吗？你从我这偷走了是不是？克罗马农的贱种！救命啊！有个克罗马农的贱种想要偷我的服役勋章啊！快来帮忙！你搞什么鬼？谁来救人啊？打人啊！退伍老兵被打了！快帮忙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所以主角会不会所有的记忆都是被植入的啊？因为这东西如果说是那个老兵的，对吧？因为他这边跟这边格格不入，你不觉得吗？完全格格不入。哎，你总算来啦！有人叫我把这东西给你，看起来是部电影哦。谁给你的？我不知道哎，是一个发型超蠢的人，他说一定要给你的。那我可以一起看吗？哦，可以啊。好耶！你在说什么呢？他们体积太大了，我们哪有地方可以放呢？来了。哎，你听错了，我是说火车模型啊，哥们，你可以想想看，他们可以为这个房间增添多少气氛啊？那恐龙模型怎么样？他们是种草，对不对？想想看，火车这样嘎嘎嘎嘎嘎嘎嘎的跑，停下来接个乘客什么的，就像，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吧？哎，我懂我懂，就是嘛，哥们，到时候我们就是火车兄弟啊，谁不喜欢火车兄弟啊？啊，我操，该不是警察？也可能是送披萨的，你有大麻烦了。先让我来一口，哦，直接先呼一管，哎呦，哎，这不是那个吗？一开始拿那个炸药把博士头炸掉的那个。我听说这边有 party 是吗？啊？现在谁要他妈的尽情嗨呀？哎，我说哥们，我。看来他承受不住我的嗨度啊！啊，那么你呢？喜欢一起嗨吗？这，这什么东西？不用担心，这不是真的。好吧，你说不是就应该不是吧？我想我该走了，再见。没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了。这什么垃圾音乐？我在轿车上面都能够听得见啊！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 hard bass？ 去你妈的！你知道被捕鼠夹夹住的老鼠会说什么吗？他也会说去你妈的！但我完全不会感到同情啊！老鼠只是祸害，只是畜生。他闯进别人的家里面，
死掉才会让全世界更好一点啊！来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嘿嘿嘿，啊，这还没有研发完成，你需要告诉我你的感受啊。不过嘛，之前那些人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的。他们觉得时间就像是变慢了一样，你感觉到了没啊？啊？别动啊！哦，剪手指！妈的，哭屁呀！我都还没弄到你的骨头哎！哎呀，你刚才的激情呐、啊，是不是其实你也没有自己吹的这么能嗨呀、啊？啊？那你他妈的是不是就应该不要把音乐放得这么震天响啊？吃屎吧你！啊，看起来你至少比你的朋友有骨气，哈哈，我喜欢。可是你的邻居呢？他就不会那么喜欢啦。他从来就不喜欢那一切噪音和你们的 party。事实上呢，我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来的。他可是一点好觉都睡不了啊！你知不知道那家伙是个连环杀手，还是最顶尖之一的？他简直就是他妈的活着的传奇啊！哎，说的就是你咯，来，对镜头笑一个。啊！这是我隔壁那个隔壁开趴，难怪今天没音乐了。我隔壁开趴的没音乐嘞。嗯。啊哈！在那玩小妹妹。啊！今天怎么突然戒严？因为复仇者联盟刚上啊，复仇者联盟刚上。有一些你知道，有一些人会破梗什么的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来这里了？不是说不来了吗？今日歇业了，所有预约顺延到明天，剩下六天了。龙王，哇，万人空巷。这是空人万象啊！干嘛？车上有人想见你。我就看见你一个人在雨中走的，就觉得应该来烧你一层啊！我还有两个妹子哎，兄弟啊！话说在前头，我可是你的粉丝，哥们，超级粉丝。前几天晚上的工厂，你杀的都是我的手下。你现在想怎样？哦，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和大导演说话，哈哈哈！你可是他妈的龙王哎！哎，所以你觉得我给你的礼物怎么样？那份录影带，你他妈有什么毛病？你为什么杀我邻居？就是嘛，吵闹的邻居很烦人，对吧？还有，你觉得剪钢丝剪那段怎么样啊？特别有韵味，对不对？我没看到那一段。哎呀，你的要求这么高的吗？我这样还不行啊！我靠，我都快要忘了问你要不要来点什么啦。要不要一起练嗨点步啊？什么？骨科检啊，桌上这些东西，我和小弟们一直研究怎么重现某样战争时期的战斗用药。有机会的话，你也该试试，实在太爽啦！不行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别扭啊？哎，拿个刀片给我啊！拿刀片给我啊！
爽！我操我操，他妈的菜太爽了！换你了，我拒绝。哎，今天没这心情吗？哎呀，不行，我还是很晕啊，靠！哎，听着，哥们，我在51号摄影棚那边有点高档的摄影机啊，我们把这个蠢婊子带去那边吹他们脑袋瓜怎么样啊？我们两个哥们，到时候在那个 Lifelong 上面啊，影片啊，看起来就像扮家家酒一样。永远都一个人行动。哥们，你别这样啊，我也算是帮你个大忙，对不对？你那烦人的邻居，你杀了我这么多小弟，我们谁跟谁啊？他妈的根本不配做人！啊？你觉得你自己比我优等吗？你一个晚上杀掉的人比我这辈子还要多哎！是卡布利亚，你根本就是跟我一块料，哼，他是俄国人啊！别那么大声啦！你知道什么叫尊重吗？你知道我开除了什么条件给你吗？嗯，嗯，别他妈废话了，白雪，他一点都不感兴趣。他拒绝之后，然后跑了，好吗？少废话。随你怎么说，白雪，我还要忙。哎，我操！你竟然跟过来了！他妈的，都是你的错！苏卡，什么鬼？我靠！我被打爆了！我被打爆了！要追他是不是？现在播放51号摄影棚。哇靠，太难了吧。哎呦，差一点。谢。闪得过子弹，闪不过拳头。我以为他要干嘛，我以为动画啊。我操，这么点路就累成这样。当初真的不应该把我的私人教练给做了。哦呦。员工保安等级，毁灭教堂。他的药效还没退吧？他应该是他的药效还没有退。3D 的、欸。哦。啊靠！砍太快了，砍太慢。嘿，有了。哎，啊啊，我懂了。按 Y 啊，按 Y 没有任何意义啊！
慢慢走，是不是啊？慢慢走啦，潜行啦。这样的风格超帅的，我超级喜欢这个风格的。这作者真的做的超棒的。到站是不是？哇塞，硬派！钥匙卡，哇！这游戏 speed run 应该很爽、啊。呜呼！哎，这啊，一开始的地方。这样用吗？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所以我要拿，再拿三个嘛。沉默之秋啊！帅爆！散弹哥，哇，躲不掉哎、欸！三枪没办法弹刀。机器人爆开了，好贱哦！等等，肉块人，你弱小飞船已经被占领了。我是无敌赛博人，这还不对，不然还不对我优越的机械智能。我来这边是为了毁灭全人类，还有嚼泡泡糖。然后我已经没有人类可灭啦，帝都。东山小，去死啦！啊靠！该死帝都！啊！靠，太北蓝了。标题是因为那个，标题是因为《复仇者联盟》上映的关系啊！哇靠！挡了一发，挡不了第二发，还有一只，哇！没了吧？靠！不是我会怕，好不好？是我要保护其他观众，好吗？是我要保护其他观众啊！我是没差，我已经被剧透了，我没差了。有些观众还没看着，万一他看台被一些白目仔剧透怎么办？忍者军头，对吧、啊？一时爆雷，一时爽；一直爆雷，有人会不爽。
很好，这样可以。感谢你没有杀我，肉块人。你的仁慈让我的同情心量，同情心变量获得了增加啊。或许你们这些肉块人没有那么差。错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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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误。同情心当前已经超出边界了。启动自动包。二一。我唯一的悔恨就是没有找到真爱啊！还是死啦，还是死了，笑死！极尽你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他连射型的，小心三角头。Silent Hill， 烟雾弹，没东西啊，这边。看完波浪服老皮和聊天室的所有人都他 X 的，给我去电影院看哦。是的。想杀我？我靠，太多，后面三个。光头，光头王。可以走、哦，哎、欸，死光光，有了最后一把钥匙。没有啊，你可以等那个啊，等到时候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，三角头，三角头爆了。Silent Hill， 啊靠！有了，这样我们320凑齐，应该可以过那个门了吧？我不得不讲这游戏啊，动作性跟那个，哎呦，还想弄我弹弹，里面有酒桶啊！动作性跟剧情都很棒，怎么办？这种巴比特的，找到神作了，而且他那个敌人动作有很多不同的反应。看太多啦！他敌人还会被我那个砖块给吸引到。哦，来不及！这个好，炸死！哎，为什么？我看太难了，现在连玩游戏都被爆了耶，超恶心的。
你们玩游戏，玩不玩过游戏啊？都有人在上面爆了、欸。想弄，去死！对啊，他刚到，对，拿一个蓝来的，你快过来啦！我这件运动服不想弄脏了。出去，这边有正事要谈。哦，又换两个妹子了。那个金发的，哎，他哦，那个音乐是他自己放的。那么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哇靠，被打到哎、欸！哇，还抓，哇、哦，太难了。哦，对哦，他有打药，对不对？哇！太痛了吧！一星，伟明一星，这游戏有 BOSS 战。以往就会落败。我靠，一星有枪啊！想抓我？哇！等一下，怎么回事？月华剑士是不是新英流吗？我对你这方面的爱好从来都不认同，那种事以后再说啊，白雪。回家去忘掉这一切，这一次是你唯一会得到的一次警告。真他妈的浪费时间，我们走。不要把我的仁慈当成是软弱。关卡完成。靠，这边每个人都会回生呢、欸，没有他是必败剧情吧？因为完全砍不到他的人啊。抱歉，我今天不在工作室。和你的预约呢，已经顺延到了明天。希望你今晚过得很轻松。又有新闻，今晚怎么度过万圣节的一点小提示啊？嗯？打雷？啊？不给糖就捣蛋？什么？你打扮成我的样子哦？妹妹啊，你在干嘛？耶、yeah, ，我就知道你可以认得出来。毕竟你每天穿成这个样子嘛，万圣节快乐，不给糖打断喽。你怎么打扮成我的样子？因为万圣节都要变装啊。你喜欢我打扮吗？蛮可爱的。才不是可爱，应该是很吓人才对吧？啊、快给我糖，不然捣蛋喽。好吧。我爸有没有糖哎、欸？我有糖吗？我哪边有糖啊？哥哥裤子里面有糖哦，看什么糖？这什么糖？鱼头，鱼头可以吗？一个鱼头。那带我向立回坦说句你好哦，万圣节快乐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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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笑死！最高等级安全监狱发生的事情，没有啦，他是叫我说给利维坦吃，利维坦在这边，没有，他没拿走啦，他没有拿走啦。二十余人死亡，可是为什么连续杀人犯龙王之手？剧且看，歧途见识自己独眠中转，独眠中行转也。悲剧和我在你的茶里面下了药，你却一点都不知道呢，白痴！挣扎，挣扎无益，歧途之心，如今尚非吾逝去之时，须知光阴有命，从不由人。汝且将吾之愁容细看，静听吾此言。你有什么愁容呢？对啦，静听懂不？废物。吾之面前有辉光面具者恶，一金一银，两者所思，生于死也。所以生金死银呐、啊。且看。银之面具掌万死，以刀剑火面具，哦，以刀剑火具啦，将人命之存，为什么是存？泼存尿啊，还是什么存木？存木是什么东西啊？很纯的一种酒吗？还是液体？厉害的杀手，存木是应该是酒吧？漫步时间之无尽分行哦，所以金光面具是巴比伦之邪咒，金光面具代表生，银之面具代表死，所以我就是银，小女孩是生，对不对？真是个变态。十二面具在吾之前，然而唯有其一无可佩戴，金或银，死。或生，杀戮日已小，所以我们只剩三天了，是不是？而需慎之又慎，歧途之心，一时断绝，后患无穷也。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三天可以断绝，到底说我们是要生还是死，对不对？不管你选哪一边，我们都会把另外一个选择给带走。所以如果说我想要继续成为龙王的话呢，我就要选赢。如果我想要救那个妹妹的话，我就要选成金哦。宫三小，啊？他们根本就没走啊！嗯，哇，三小，那么再和我说一下两个戴面具的人吧。啊？我怎么在这边？梦里面两个戴面具的人告诉我更多他们的事情。我什么时候过来这里的？啊，他完全不讲话、欸，我发生什么事情了、啊？嗯哼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你这个没有用的废物！什么？起来！给我他妈的起来！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靠！在那个被诅咒的雨林待了28年，杀敌方的士兵倒没有什么心理阴影，其实我都快忘光了。可是那些被烧毁的村庄呢？看那些衣不蔽体的农民呢？
哭喊嚎叫着。我每天都会梦到那些场景，不是 PTSD 就是药物手指， PTSD 就是创伤后症候群。用了一个星期，感觉过了一年，听见的每个字都变吵，蚊子嗡嗡声变得越来越小。药物用完之时，时间就彻底停止，你就会像是永远困在那里，就像是在一个不断变小的沙漏中的沙漏。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需要你帮我。啊，剩余六负684日。哎，不给老人家一点药吗？帮帮退伍老兵啊！怎么我变退伍老兵了？嘿嘿嘿嘿，他才不过两天没沾，怎么就变这样了呢？这个人啊，生活全部都是这个瓶中物，一旦东西没有了，剩下就只剩下那个瓶子了，剩下一个躯体了。可悲，太可悲了啊！太可悲了。我们还是这样经过，不要看他眼睛。求求你们！哇哇哇！妹妹被死！靠，这游戏太神了吧！为了弥补昨天，我给你增加了剂量，还请你好好记住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。我女儿从布隆迪带回来传统治疗室，拿来当镇子还不错。可是游戏太神了，没差啦，爆了也就给他爆，反正我今天尽量没有在那个。又有了卡尔，军事后勤咨询公司新科技秘密创始人与 CEO 新麦加政府有紧密的联系哦。新麦加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对啊，我在沉浸游戏里面。哎，这里不是第一关吗？45个月了 ，SD。哎，谢谢围城，感谢订阅。还没砍到哎、欸，砍不到。哎，哎。我取枪盲射过来，哎，来啊！我靠，又来！要杀光，能不能让你回到没有爆雷之前哦？有点难呢、欸，我还没有帮你打药啊。哥伦比亚领带，所以是要把别人后面脖子开个口，把这都割开。对不起，直接被打爆。
掉啊！啊！哎呀，来不及！嘿，嘿，哈，嘿，嘿，跑了，可恶！哎呀，哎呀，线！哎呀！哎！呵！哎呀，爆头，砍错地方啦！想杀我啊！偷东西耶！你也太敢了吧，兄弟！啊！
啊啊！还想偷啊？等他偷完，我一把他砍死，来不及。啊！脚趾中枪。怎么戒眼啊？复仇者联盟啊！因为复仇者联盟啊，所以才戒眼啊！靠！啊？三小，我为什么莫名其妙被炸？为什么莫名其妙被炸？我怎么没按呢、欸？还以为臭名远播的龙王可以再更厉害呢，很难想象我还崇拜过你。那么你有什么遗言吗？呸！挺有精神的、啊。那么现在轮到我了，嘟嘴先生，把他的头砍下来，身体就埋在水泥里面就好了。没问题 ，V。啊？醒醒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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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你妈的！到底是怎样啊？去你妈的，不能用嘞！我想要答案 V。我从来没有跟你提起过我的名字。哼！我看你应该把他舌头给割了。苏卡布利亚。我看对方一定很丑，你他妈闭嘴！靠，强制要选到正确的情报。很好。别错过约会了 ，V。嗯。你个狡猾的混蛋！你根本就不是来找科罗诺斯的，你根本就用过这个药了，对吧？我就知道斯卡布里亚，怎么只会斯卡布里亚？哦，不是哦，我以为他是什么？科罗诺斯，十个月，感谢感谢，每个都斯卡布里亚。所以你现在肯跟我讲，你到底怎么用这个药了吗？你他妈到是赶快说啊！他嘴巴被绑起来要怎么说啦？好了啦，大概是把他肋骨给弄断了。这些家伙都不肯开口，但你一定会，我已经知道你在玩的把戏了。听着，我在第二区订了餐厅，我可不想为了见个鬼科罗诺斯而耽误了时间。你现在就告诉我是谁供给你的货，我就能够赶快结束你这条狗命，开开心心的去约会。科罗诺斯是什么？居然不知道科罗诺斯是什么？靠！啊？
啊？我自己就有注射，可别忘了你自己的约会 V， 直接把说答案跟他讲，搞什么鬼？你的录影带根本小孩子半家家酒，你以为自己合为一个档次啊？嘿嘿嘿嘿嘿嘿，直接呛他，看你拼命跟我祈求认同的样子，真可怜。我们本来可以成为超他妈厉害的伙伴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招式和形态，加上我的影视天分，那将会成为何等的艺术！受卡不了，我现在他妈就杀了你！其他妈的问题！哎哎哎，他只想惹你生气啊 ，V！ 总算对一次了吧，受卡不了！我都被你捆成这样子，你还想得到我的认同？去你妈的！去你妈的！哎，克罗诺斯死了。哎、欸，他什么都还没说哎、欸！哈，就他绑了那个人，就什么都没问，把他干掉了。干，我已经没心情管这个破事了，交给你处理了，嘟嘟嘴先生。你就跟老大说，我们到的时候，阿尔卡西姆就已经死了。嘿嘿嘿，嘟嘟嘴先生。哎，伙计，看我这招！啊，来不及啊！不对，这样不行。哎呦，睡哦！靠，没武器。哦，还中。气我怎么打、啊？他在开枪啦！好啊，这样我们就有一点乐子可以找了哈。长按。长按就好了。冷杀，我要记得躯干值。西诺比哦，我靠，德里哦，靠，被死掉，不会重来了吧？哦，还好，啊，好险！我也不好意思攻三小啊，中了。他攻击模式有好几种。很危险！犹豫就会败北。哇，哪一招？我的智能斧头啊！哎呦！啊！啊！爸！
躲那么远还中。战神阿瑞斯，果然是战神，真是厉害啊！不过去了，不过去了，跳起来没差，就是不过去怎么样？冷杀。跟我挣扎、啊、白雪，你没能找到科罗洛斯是不是？他不肯说，我觉得他知道我们背后是谁。老大不会相信我们到这边的时候阿尔卡西姆就已经死了，你这样会显得我很没有职业素养。反正他什么都不肯说啊，那些对于搞投资，这是对科罗洛斯制造的一无所知。我们去找科学家。或许你不该把他们的脑袋给封掉啊。他也不肯说啊。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对你怎么办。不过，你能解决那名剑士，还是颇为赞赏。老大说不定还会因此对你的杀人倾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嘿嘿嘿，反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啊。不，相当了不起。我看见他在51号摄影棚的手艺，他轻易的不带任何感情就杀死了几十个人。在我们出手之前，他几乎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他的眼睛里面根本没有任何东西，没有灵魂，没有悔恨，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任务或自己杀了什么人，他甚至不在乎自己。我知道有时候我对你很严格啊，但这是真的为你感到骄傲。即使龙王呢，在空无士兵中也是挺特别。空无士兵，老皮安安六个月了，安安，感谢订阅，哇。那白雪，你说啊，老大会不会给我点什么奖励呢？可能啊。说来就来。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来了。你以为你杀得了我吗？啊！我靠，尬掐！三小现在快突然尬瞎尬起来了。哇，帅啊！哇，帅翻！想打我啊？再来啊！靠，近战高手，完蛋！再来啊！摩托车你还想秒啊？还有对象来车哎、欸！来了！哦哦哦哦！哦，太难了吧！先干掉一只。太难了，想开枪，好，被车撞了啊！没看过卡坦娜拿着武士刀的忍者，这已经是忍者吧？哪个武士会这样子啊？太帅了吧！
啊，对哈，原来平时也算是一个、啊。哦，你没死。哇靠，兄弟！枪哎！哇！呜呼！啊哈！来不及！我靠，这样也中！来啊！炸死你！好帅哦，这游戏真的超帅的。今晚你可和我好受的啊 ，V。你以为我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吗？我已经杀个六个你们的空无了。你以为我他妈的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？怎样？你觉得我现在得这些皮肉伤就要完蛋了是吧？该结束了 ，V。你知不知道？曾经有一个空无在阴影的地方狙击了我他妈七发子弹，当我找到他的时候，我把他的脖子拧成了麻花，拧成了他妈的麻花。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是吧，龙皇是吧？那我就他妈吐个龙给你看看。他不是龙王。啊！我才是！啊！三小，你可真难找，我有很多问题。哇！我靠！你错过了今早的会面哦。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知道了原因，不对吧？所以刚才那个人是。直接回家去准备明天的任务。北斗百猎拳。有人在点唱机里面连点了三十首第二区爵士合唱团演奏的《穷途末路》。这酒保该不会？蓝色粘稠，北斗百猎拳。明明只要他妈的再多六个月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些混蛋赶尽杀绝了。那些克罗马农的混蛋明明那么不能打的，为什么最后会赢了？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，伙计？我当过兵。哎，那好像是杰出服役星月奖章啊，从哪弄来的？在五号街上面的当铺嘛。小子，你脸还太嫩了些。第三区不是老兵就是毒虫，你这样子肯定不是当兵的。你杀了多少人？我失忆了。编得不错啊，小白脸。
战争结束前都7年前的事情了。我们在丛林里面拼命的时候，你大概还在喝你妈的奶呢。哼，可恶！只是我们当初就差那么一点就能赢了。就那第一区的什么见鬼嬉皮，整天嚷嚷杀小孩的事情。小孩死了又怎么样？确实是我们赢才对。这就对了，这轮我酒请，这轮酒我请小白脸干杯。靠，反正这样讲一讲，他们就很高兴呢。哦，随便编一个，他们就很爽。哎，怎么突然莫名其妙闪一下？我们觉得回来之后，怎么说都能够淹死在女人堆里面，都是因为那群灵能力者什么的，就政府的脑控特种兵。实验室造出来的实验怪胎。哎呀，老爷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阴谋论是吧？战争药物计划吗？克罗诺斯，我怎么可能知道什么名字啊？他们养了一群杀戮小队啊，里面全部都是有超能力级的士兵啊，杀起人来上千上百的，到哪边都是直接屠村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记忆失去了吧，突然我有个断片的感觉，有没有？预见未来还有毒性。哇塞，我有个伙计碰到过其中一个，玩牌的时候集集都赢，好猛。没有啦，就是复仇者联盟嘛，因为有些观众怕被爆雷啦，所以我才设定就是戒严啊，不然就是我怕有观众被爆雷。所以，与其被爆雷，那就是我就设一个门槛比较高一点，不要让大家中。对啊，虽然还是有白目，还是会去爆雷啦。对啊，赌输就开枪自杀嘛。7年啦，就没一个老百姓肯好好听我说这些。小子啊，你吹牛不行，人品倒还不错的。还说什么呢？干了吧。没有啦，我是怕是说有些观众，因为我已经被爆雷了，我要关门了，你该回去了，先生。因为我已经被爆雷爆完了，我是怕你们被爆。是北斗百烈拳，北斗百烈拳，百烈拳。妹妹啊，门里面门，爸爸跑可以吗？帮帮爸爸跑，门里面有人。剩余三日，你没有生我的气，为什么要生你的气？对不起啦，昨天晚上我问你能不能帮帮我，你都不肯跟我说话，我以为你生气了。昨晚我不太正常哦。有几个爸爸的朋友来过了，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，所以只能跟贝西摩斯一起躲在楼梯底下。然后我昨天到现在都还没吃饭，我做点东西给你吃。真的吗？我找找看有什么可以吃的。好的，安安发话模式哦，恭喜恭喜！哇，绵绵好可爱哦，是我们不是有鱼头了吗？这是什么？你找到一点蛋白质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我这边只剩下蛋白质糊了，这是我自己保留下来的蛋白质。好吧，我确实很饿。我今天有事，
要出门，但你今天可以待在这边。好的，祝你今天顺利哦，拜拜。好爽，煞爽。对啊，助教怎么喂他吃蛋白质糊啦？我挡他电视。给我坐下。他今天超凶的。你昨晚到底他妈的干了些什么？你的任务是去杀阿尔卡西姆啊，不是他妈的毁掉整个城市啊！高架上面有20几辆坏掉的摩托车和他妈的一个直升机，你当时到底他妈的想什么？V 这个名字你有没有印象 ？V 是什么鬼？不就是一个见鬼的？仿佛是闪个霓虹灯的来看我啊！啊，就断片了。啊，你已经死了 ，V。我没能赶上约会，确实我现在看起来不怎么样。他手机不是已经断掉了吗？和你将要面对的东西根本就一文不值。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这个药的戒断反应。啊？当你体内的科罗诺斯耗尽的时候呢，你的时间将会变得疯狂慢到彻底停止，所以就完全会静止不动啊！你只会被困到自己的脑中，有无尽的噩梦陪伴，你会巴不得自己去死，但那个瞬间呐、啊，永远都不会来到。无限阅读，你还记得那几个邻居吗？对我们来说，他已经死了。但是我们给他打的药，他的意识仍然能留在那个阶段。对他们来讲，那个痛苦永远都不会结束。黄金体验镇魂曲。九路诺九八呐，靠！都不让话把好好讲完呢、欸。R2R2要被慢死了，要被慢死。谢谢阿胜，拿出专业精神来哦。不是龙王，确实有几件事情和我无关。我见到了龙王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阿尔卡西姆任务高架上面见到的。这我还真的没想到，那个人是什么样子？一个动作快到不像是人类的剑客。对啊，超时空战警那个药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有某一个人符合你的描述，他对你说了些什么吗？他似乎有问题要问 V。啊，要我去追龙王啊？这任务当成是为民除害。你现在状态可以说是如履薄冰啊，你再也没有可以失败的余地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有任何在微小缺乏服从或专业性的表现，你就会被取而代之。现在给我出去吧！不行啊，妹妹还在家里面等我。不要靠近那里，是不是因为我一直不配合他，然后他现在很生气？这游戏真的很神呢、欸！我希望他结局不要虎头蛇尾，我希望他结局超棒的。他如果结局弄一个超级酷的 ending， 我觉得真的会帅到一个飞天。这游戏真的会帅到一个飞天，我跟你讲。
感觉应该是有多重的结局。啊，倒带跟保存。三小，为什么会在这边 ？VIP 卡西诺。叫真素对不对？这边为什么人那么少？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这东西啊？我真的有2000块。什么游戏？纯赌红黑哦，绝对公平五五波，5倍奖励玩不玩？我全压。红还是黑？红。黑色啊，倒带。让人知道赌博大师的力量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够气派，红还黑，黑。黑色，哇哦，漂亮，老兄，全压。够气派，红还黑，黑。没了，红色。好，来，我要一次给他转到翻过来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妈妈咪呀，红还黑，黑。漂亮，老兄，全压，土豪红，红色爽，全压，够气派，红黑，我才是黑，来，我有罗德大神的庇佑啊，5倍。哎，赢了，黑色，哇！看来我们得放一首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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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啦！我没有筹码了，筹码被我赢光了。来啊，再来啊，敢不敢？不再玩了，9999，没有10万，没有想进去，亮出筹码。好吧，可是这边有9999，但我认。我得过且过笑面佛的名字可是白叫的，得过且过笑面佛。俄罗斯人怎么知道空无的？背后的不是，他们是想要真认真的重现科罗诺斯哦，所以我才会在这边，而且我已经很接近了，这一点我非常清楚，但我需要你的帮助啊。这是我们复仇的机会。战争已经结束7年了，我早就厌倦了复仇。现在阿尔卡西姆已经不在，科罗诺斯，我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所以他们现在身上应该是他们的药效快没了吧？他们如果药效啊完全消失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等于变成像植物人那样子，有没有？我们已经非常接近真相。我想让你看点东西。哎，你先走，这里我来。好，走快一点嘛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你刚才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。啊？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已经死了，这还不算结束。获得监狱监控录影带，你被包围了，立刻投降。因为他有那个克罗诺斯，你知道吗？他也有克罗诺斯，他一样有那个能力啊。
又在听音乐了。唐人街。太多人了吧？还是可以杀啦。危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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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哦，吓死我了！怎么戒严啊？因为怕有人被破梗，复仇者联盟。我是被破了，我没差，但是我怕观众被破梗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吗？哎呦！我靠！行，你不会去看哦，不会看没差，是有人会看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因为有人说他们要去看啊，然后我是已经看 PDD 的时候被破梗了，已经水饺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没办法。啊！哎，怎么上不了楼啊？哎哎哎！赌场也太大了吧！没有人。呜呼！啊靠！危险！穿着浴袍的剑客，这也太多了吧！我靠，硬派哎、欸！他哎，啊！走，上不去。楼梯不能走，楼梯不能走。哇！嘿，哎靠，来不及。
后又有警车，吓死我！啊 ，shit！ 哦 ，shit！ 哎，啊！哇！可以。对啊，就是会有人这样子啊，就是会有人会过那种梗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那就是会有这种人。可以。来，火焰之奈可斯，阿靠，你炸死，这太低了，好吧，来不及，丢错方向，哎，刃剑哎，找不出来，玩不出来了。有了有了。What？ 哎呦！啊 ，fuck！ 还有一只，哎呦，吓死我！行。人机，哇 ，SWAT， 满满的大平台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立刻双膝跪地，高举双手，招数快！金月倾泻于祭坛上，五只鲜血洗礼已尽，什么情况？哎，你快往后退啊！群星一下一定下五只末路，速从五只歧途之心中交出血之祭酒。什么东西？他是想把那些人干掉，是不是？五只选择至今不过三日啊，银与银之死，金之生。祭坛渴求答复，五香选择取金色身之面具，拔刀不动，欣然接受轮回之道呢？还是要取得银色的死之面具哦，以敌之血灌溉此贫瘠之地？二选一。哇！为什么我要死在这里？刚看完电影，怎么开始皮实恐怖了？没有，我是怕其他人也中招，我都已经被剧透了，我是没差了。我本人是觉得玩你很有意思，所以你的决定呢、啊？你想要活着，还是要死去？我来选择。选择生，这些家伙都得死。
选择死。为什么？怎么他讲话是反过来的？选择三只面具者，五只心中蜥蜴保护之人。我已经做好选择了。我要活下来，我要保护萝莉。我跟他讲说，今天我会回去找他的。对啊，为什么他跟我说戴上银之死之面具？欣然见死，身侧于旁人，降于旁人、欸，是旁边人会死光、欸，哦，保护，想要保护人，然后面对死亡。我们先玩玩看这个结局好不好？我们先玩看这个结局。愿吾于死之中得以安息，企图之心。开枪！看，结束了、欸。跳过名单。啊！我还以为会有什么，就是这样开枪了，砰就没了。强迫，我觉得应该是假的、欸，是真的死了吗？因为这游戏有很多周目的感觉，剧情太多东西了。哦，目前作者说只有做一个结局哦，真的假的？难怪目前还在制作中哎。所以作者还会继续做嘛，对不对？接续上一关。开始接，哦，因为他还没做完啦。靠，这游戏真的超神的，他一定要做完，他一定要做完，真的，这游戏可以是神作，我觉得好好做完真的是会很好玩的。我觉得他赶快把结局想一个很棒的结局。有隐藏 BOSS 啊，生或死，金或银。这个把它做成电影，我都觉得很棒。拍成电影，我就觉得超酷了。我不能死。所以我们已经耗尽身上的那个，这群臭警察，还有那个朋友，你只是那个小女孩吗？我跟她有什么关系？先选看看好了，反正我刚才已经选了死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剧本真的想，我觉得剧本要赶快把它给写完，可能作者还没把剧情想好吧，不然我觉得他这真的超酷，这设定真的超酷的，这很引人入胜，这游戏设定。旁人将因你的抉择呢承担各自的宿命哦，在此过门。我靠！
没有他妈的半点意义。今晚就有严重的后果等待着你。哇，妹妹快走！她帮我打扫房间呢。哇，这妹妹人也太好了吧！我要看路上找到的东西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不能不能弄部电影来看？求你啦，好啦。耶、yeah, ，快点快点，我们走吧。我去租电影。他说今晚会有严重的后果。哎，老哥，之前你订的那些战前武士片刚送到了，等下午拿过来给你。哎，我能不能看卡通片啊？我已经订了几部电影。啊，下次买给我好吗？好、哦，32通行币。哪小男生啊？小男生穿裙子，你不要骗我。那不是外面，那个是电影的声音啦。尝尝这把折叠锻打神兵的味道吧。嘿嘿，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来吧，弟弟，让我试一试你的神力吧。那个坏人知道他电影太吓人了，有坏人会保护你。好啦，怕了。所以你是个武士吗？就跟电影里面那个一样吗？是。我就知道你那么酷，你就把很酷的刀打扮也一样。怎么家又变乱啦、啊？我靠，这声音真的有点可怕。啊！他把头砍下来了。好赖将军，鄙人林氏哦，前来营救知音公主。我的儿子啊，没想到你还这么愚蠢，因为今天要死在这边的是你啊。妹妹根本不敢看，你怎么强迫人家看这种东西啊？西诺比睡着了。这是在那个监狱的那一个有没有？我们要去杀监狱的时候，发现监狱全部被杀光。重要听证会，军方阴谋论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怎么轮到我了？而且还有 B 耶、欸，太强了吧！可是他的攻击模式完全不一样，他没办法那个哦，因为我要 CD 冷却了。哇靠！一文字天翔龙闪龙王啊！可以，他可能吃的药比我多，真的。能力比较帅啊，可是重点主角有小妹妹啊，小妹妹就赢一半了。
靠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关门，我不知道怎么取消啊。好帅啊！这好帅啊！能力值，我觉得他能力真的太帅了，我真的不是在讲。但是帅没有用啊，没有妹妹，没有妹妹什么都不是啊。难度，他那个瞬移啊，到底是什么一个逻辑？其实我不太懂，就是忽然人突然就消失了，你知道吗？瞬步。什么事都不知道了。死了。我暗杀的目标全部都是当时。女忍者。白雪是女忍者。
见闻色加二打。莱昂，哇靠！这 UC 真的好神，真的好神啊！这 UC。哇，晚安晚安，晚安，才刚下班哦，超可惜的，这游戏真的超神的哎。他直接跟我讲他的位置了。第三屠宰场，到了吗？屠宰场。关了 ，Stay tuned。这里已经很久没有访客了，老实说，我相当的激动啊！他故意消耗我那个时间，对不对？这边曾经是空无计划的实验场地，新卖家最有前途的士兵和科学家，在我设计的一系列难关中自我挑战。来借他们是否能够？哦呦！哇哇狙！我靠！有意思，请继续。原来就是他狙击的。可是为什么那时候还要都全部叫我灭口呢？他叫我把所有相关人士都干掉、欸，哎。帮我狙击！啊靠！不行，太大了。哎呀！啊！被击到。还丢武器砸我头啊！炸死白痴啊！好看，应该可以过的，最后面功亏一篑。
啊 ，shit！ 我真的有一个难搞的耶。拳盾就是力量。No！ 好，后面射过来了。哦，不要那么贪敏，那刚好，好不好啊？再乱来，哦呦，感谢订阅，感谢。哇，双层纯人肉。哇。刀哎、欸！啊，太快了！太快了！太慢！有了 ！Fuck！ 啊 ，shit！ 怎么会死？没中！
太低。爽！外乡人就是要这样玩。怎么了？干，宕机了！宕机了！被玩坏了，我时间无止境延长了。靠，不行了，挂了，药已用完。我被砸瓦路斗了，谢！靠机车哦，机车啊，机车！我看一下还剩多少结局，他好像剧情还是很多哎、欸。游戏北送哦，唉，真没药了，对吧、啊？刚好没药的时候我就爆啦、啊。这刚刚好，好啦，我先今天先玩到这边好了，明天再继续吧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先玩到这边，然后明天再继续，对吧？因为它里面好像还有很多有的没的，真的，所以我们到时候再继续打好了。虽然他刚才那边有点呛啊，因为他说，里面呢二周目有一些不同的结局。哦、到时候我可以看一下，看他二周目的结局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，蛮期待的，蛮期待的。哦，对啊，要去看复仇者吗？会啊，我礼拜六才要，礼拜六才要去看，我没有要，这么早看啊，礼拜六才会看。对啊，好啦，先这样啦，那帮我把它调回去吧，帮我调回去那个30分钟好不好？帮我调一下那个30分钟。然后我们今天先开到这边，明天再继续吧。好，那么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咯。明天这个540、后续的章节，到时候我们就接着看后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。因为我觉得它的剧情真的是太神了，很有趣啊，真的非常非常有趣。好，那么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